时间晚上七点整。巍巍九州，布局风华，笑声雪峰，欣欣向荣，富丽修身，横云养德。您现在就是FM 101.9衡水广播电视台中福广里外。躺在下子身上，在醇厚的沉默，藏在特别的欢畅，最坦荡的个性，藏在北极空白，最不是无音，藏在101.9衡水之声。其实我在暗示飞扬，这里是远方。